大家好，我是军中照。有很多人画图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要怎么样画才能画出自己的风格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会分成两期来做讲解。这一期会先说说观念的部分，下一期再来讲解实际操作练习的部分。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观念的东西哦，因为很多的问题啊，其实都出在基本上。以武侠小说为例，绘画的观念就好像是内功心法一样，而画技则是武功招式。所以你们看武侠小说里面啊，内功越高的人是不是就越厉害？而只会招式而不懂内功心法的人，很容易就会遇到瓶颈，可见内功有多么重要。画图也是一样的道理，观念对画图的影响至关重要。比方说很多人会有的问题，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画风呢？又要怎么样画才有感情呢？不知道要画什么呢？这些问题啊，就是因为刚开始学习画画的时候思考方式就完全错了，后面就会越走越远，衍生出很多的问题。而一般的绘画教学却几乎没有教这一个部分。我常跟人家说啊，人类的思维就决定了行为，我们要训练自己的手脚做得好，必须先从脑子开始训练起。所以我要回答这些问题呢，就必须从根本的观念开始说起。什么是画风？画风呢，就是绘画风格，说白了其实就是作者个性的显现。为什么说艺术家不需要名片？因为啊，作品本身就是名片了，看到画就想到作者本人。但是现在呢，很多的画都是千人一面，画风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特色，讲白了就是同质化的产品过多。我们简单的思考一下哈，如果市场上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产品，为什么大家还需要找你呢？一个 AI 出来就吓死一大堆职业画手。如果是以职业画家为目标，那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危险，分分钟都要被人工智慧给取代。那如果对于只想业余画画培养兴趣的人来说呢，有自己的绘画风格很重要吗？如我前面所说的，画画的风格呢，就是画画的人个性的显现。那么这个问题就应该这么问，如果学画就是把你变成跟大家一样的模组，无法让你的人格和精神有所提升成长，那学画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为什么要去学画？那么要怎样才能找出自己的画风，有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呢？我们先讲结论，要找出自己的画风这句话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画风从来就不是艺术家在寻找的重点，它只是一个副产品。一般坊间流传的说法，学画要先学绘画技术，然后等你学会绘画技术以后，你就可以自由地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了。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先把那些学画会学到的东西很笼统的都称呼为绘画技术。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之后我会再跟大家做详细的解释，绘画技术这个名词真正代表的东西是什么。事实上啊，更多数的情况是，大部分的人学会那些所谓的绘画技术以后，都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了。这个时候呢，才开始在找解决方案，然后一直找不到，就好像治病一样，这个是治标不治本。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必须从病根开始找起。所以呢，我一直都在讲一些基本的思考问题，因为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源。思考问题一旦错误，后面不管你做什么都是错的，而且还只会越错越离谱。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我的频道是个用绘画帮你找到真实自我的频道，跟你一起在绘画的学习路上成长，也可以帮你解决很多学画过程当中可能会碰到的疑难杂症。如果你也对学画有兴趣，一定要支持我，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转发，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大家想要有独特的画风，就是希望大家一看到你的画就会想到你，对吧？想让你的画变成你的名片，对吧？想要有独特性，对吧？想要跟别人不一样，对吧？如果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画画的人 90% 都想要自己独特的画风，那当你有想要自己的画风这个想法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跟大部分的人都一样了呢？你还独特吗？反过来说，我们也知道世界上不可能有两棵一模一样的树，也不可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就算你是双胞胎，两个也还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如果你真正的成为你自己，是不是就不可能跟别人一样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复在强调，你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怎么思考这个世界。因为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自然就变得不一样了。世界上最不一样的就是你自己，你画的东西别人自然能够认出你来，自然你就有了自己的画风。但是呢，现在大部分的人学画却是反过来，先学那些大家称之为绘画技术的东西，让自己跟大部分人都一样，
然后再来烦恼怎么让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呢？这个不但不符合逻辑，而且也大大的增加难度。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啊，有个老师，他是个知名大美术馆的策展人，也是我心目中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教育者。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会只想要策一些已经很有名的艺术家展览，他也不会想让自己策一些国际大展之类的。他反而花了很多的时间深耕艺术教育，他觉得要提高大家对艺术的认知，必须从基本层面开始做起。所以呢，他同时在小学和艺术大学里面教授艺术教育。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金宗照，你觉得艺术教育是否就是老师把学生复制成自己的过程？如果老师让学生画得跟自己一模一样，那这个是艺术教育该有的样子吗？老师该把学生变成自己吗？”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犀利，让我思考了差不多10年。我这个老师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具体会怎么做呢？他把艺术大学的学生跟小学生放在一起教。我当时第一次上这个老师的课的时候啊，老师在桌上放了一堆的儿童画，让我们自己选。每张画呢，都是一个不同的小孩子画的，一张画代表一个小孩，我们从中任选一张画，也就是代表之后的一个学期，画这张画的那个小孩就是我们各自沟通的目标。只有在第一周选画的时候啊，老师会问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选那张画？我们从画里面推断，猜测那个小孩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是男生是女生，什么样的个性。老师会依照我们对小孩的推断告诉我们，我们的推断是否是正确的，也会选择性的说一些关于那个小孩子的讯息。然后呢，在这个之后，老师就不会再给我们任何关于这个小孩的私人讯息了，我们也不会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我们想知道对方的一切都只能透过画来了解。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文字，我们也不能写信询问小孩的任何事情。每周上课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得到一张那个小孩给我们的画，然后我们从中解读讯息，再画一张画来回应给他。老师会把我们的画转交给小孩，小孩再画一张画给我们，然后我们在下一周再画一张画给那个小孩，不停的反复持续一个学期。从头到尾我们双方没有跟对方见过面，都是透过老师来传话。直到最后一周呢，小孩才会透过老师转达他们这一学期的心得和感想。我当时选那张画，印象让我最深刻的地方是那个小孩画里面的所有人物头部都是四方形的。一般呢，很少会有小孩这么画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新鲜。然后再加上笔触和构图，我猜他应该是个小男生，而且还是很调皮的那一种。我的推断基本上是正确的，老师给我的回应是说，那个小男孩很活泼，而且还沉迷一种叫做 Minecraft 的电玩。虽然这个俗称麦块的电玩现在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电玩史上销量最高的电子游戏，但是啊，当时还没有现在那么知名，只能说是小有名气吧。我是听都没听过啊，所以当天回家呢，我就开始研究什么叫做 Minecraft， 然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孩画的人物头都方方的。因为这款游戏的基本就是立方体构成的游戏嘛，然后呢，我马上就买了这个游戏来玩。结果很尴尬的发现，我的体质晕 3D， 所以这款游戏我根本就玩不下去，玩了30分钟左右我就头晕想吐。至今超过了10年，我再也没有碰过这款游戏。不过当时是为了了解这个小孩和这个小孩做沟通，我研究了很多关于这个游戏的攻略还有文字的资料。一周以后呢，我给这个小孩画了一张画，大概长这个样子。这张图老师完全看不懂，他问我说，我到底在画些什么？我说这个是密码，你去问那个小孩，他一定能秒懂。我相信正在看这部影片的观众朋友，如果有在玩 Minecraft 的话，一定也会知道我到底在画些什么。然后又过了一周，上课的时候老师他跟我说，当他把这张画交给那个小孩，都还没来得及说话，那个小孩呢就兴奋的手舞足蹈，在教室里面疯狂乱跑，一边大声尖叫，他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他得到了一把超厉害的钻石剑。因为在游戏里面啊，把我画的那些素材按照我画的那种方法放在锻造台上，结果就会出来一把钻石剑。在那个学期啊，我做了很多类似那样的作品。老师告诉我，那个小孩子啊，每周都很期待上他的课，他想知道他当天会有什么惊喜。我想那个学期不管是对那个小孩还是对我而言，我们双方都玩得很开心。这个教学的目的呢，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是对学习的人来说，也就是小孩，让他们学会放手展示自我，
这个相对单纯。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对教学者，也就是我们大人而言。第一个呢，是要学习从话里面解读对方的讯息跟意图。第二个呢，是有意的控制，用画面来传递我们的讯息。第三点呢，则是从过程里面找寻对自我的认识。双方都是用最真诚的那一面在沟通，在认识对方。所以呢，这个是灵魂最真实的碰撞，不仅是对自我的认识，同时我们也是在学习如何理解他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想对那个小孩子而言，在我们用话交流的过程当中，他最开心的不是说他得到的那些话，而是有人懂他的那种快乐，更重要的还有被尊重的感觉。我试图去了解他，这对他呢就是最大的尊重。透过对他的肯定，同时我也是在肯定我自己。如果你刚好是一个孩子的父母，或者是一个有很多学生的老师，我相信你一定非常能体会我这种感觉。我先帮大家做个总结，画风不是重点，它只是一个副产品，是作者个性的外在表现。要想要有自己的绘画风格，如果一直思考要怎么样才能有独特的画风，这根本就本末倒置。学习绘画呢，是在学习理解他人，学习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慢慢了解自己的过程。这个时候啊，自然而然的你自己就会有自己的画风了。这一集啊，我敢保证，绝对是精华。如果你看一次看不懂，没有关系，影片下方有这个符号，把它按下去，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在你的观看列表当中把这个视频给找出来了，方便你多看几次。下一期呢，我会跟大家说一个实际的练习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内功修炼方法。这个方法呢，会从一个大家一直忽略的小地方开始展开。魔鬼都藏在细节里，不想错过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秘方。你看影片下面还有这么一个按钮，把滑鼠移到上面去，按下左键，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按钮颜色会从黑色变成灰色，然后呢，文字还会变成已订阅。这个时候你先别急，还没有完哦。你看这个铃铛是白色的，对吧？你在这个按钮还要再按一次左键，然后会出现一个下拉选单哦，要选第一个全部这个选项，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按钮变成这个样子。这样以后我只要更新了，系统就会自动通知你，你也就不会再错过我的视频了。有没有觉得很方便？然后呢，这个按钮旁边还有个叫做分享的按钮，位置不是很远，大家顺手的话也可以顺便按一下。听说把影片分享给别人，你的学习效果会提升100倍哦。好啦，我承认最后那句是我瞎掰的，跟大家开个玩笑，不要介意。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要找到自己的画风，在这集影片里面，我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请问是什么步骤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写在留言区哦。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我是金钟罩，我们下期再见。